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生存进化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呢，我们呢要继续我们的 DNA 进化啦。那老头呢，私底下呢也是忙了一下子啊，就是你也知道的，偷偷来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做了很多只箭矢，然后之后呢，又偷偷做了很多只这个很多这个补血的药罐，啊，又偷偷的杀了一堆阿根廷，不是杀了阿根廷，偷偷杀了一大堆这个啊阿法的心脏，好，这都是未来的必需品。好，这必需品的话呢，其实呢，基本上不用常常做啊，啊，常常做你们看也会看腻吧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做这个的话呢，只需要五个稀有花朵跟二十个兽皮，啊，所以说我就一次做了一百罐啊，还蛮屌的，啊，做一百罐还蛮爽的，就是了，啊，那这一百罐呢，可以让我们用爽爽，好吧？那么呢，老头呢，在这个游戏录影开始之前呢。已经把这个进化下一波的这个材料收集完毕了。老头呢，这个目标的这个技能树的这个路线呢，已经设定好要进化成，我看一下哈，我要把它进化成最终进化叫做尊贵的阿根廷巨鹰啊，这只我还蛮想要看到底长什么样子的。所以说呢，老头呢这次的目标就是尊贵的阿根廷巨鹰。然后呢，它上面呢，我们现在是。企鹅嘛，总共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哇塞，要进化九轮才可以到尊贵的阿根廷巨鹰，我的天啊，会不会太磕巴了点啊？算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呢现在进化成桑齿龙吧。啊，我们现在进化成桑齿龙，废话不多说，来，哎，怎么丢不进去？花一盆，不给丢什么概念？嗯，这个不是吗？丢了，哎，不给丢，哎，啊，是因为太重的关系，不能放啦，一次不能丢这么多，哎呀，小坏蛋，真的是，啊，这家伙还有负重的，来，我们进化成桑齿龙先哈，真的是很麻烦，啊，进化成桑齿龙，我们还要第八阶段才可以进化成尊贵的阿根廷，不过呢，在第七的话就已经是那个。阿根廷巨鹰的前身啊，应该是说阿根廷巨鹰进化完毕之后呢，后面就变成尊贵的阿根廷巨鹰啊。我们不要叫阿根廷巨鹰，念起来好口惨哦。我们直接给它叫成老鹰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要叫老鹰，不要叫阿根廷巨鹰，那就是讲到嘴巴有点口急哦，有点口吃啊啊！再见了，我们可爱的小家伙，来吧。啊，好了，哈哈，变这么小一只，那这个不能起啊。好，那进化成桑齿龙了。那我看一下下一阶段哦，接下来就没有分支了，就是一直直线走。哦，那直线走的话，这边写是十个心脏嘛，十个心脏跟哦 ，ANKY 那个是甲龙哎，甲龙我不是有吗？欸、有哎、欸，可是我少一个。再来是什么 ？TOAD 是什么东西？好，我来看一下，我有这只，我有抓到这个进化体的那个 DNA 吗？看一下啊、哦，还有什么 TO？ 我看看 TOAD 是什么 ？TOAD 哎、欸，我怎么没看到？跑去哪里了？TOAD， 怎么又是魔鬼娃啦？哦，魔鬼娃就是很靠背的东西，怎么又是魔鬼娃？我的天哪、啊！不管了，我们不要让它继续进化了。今天呢，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就抓什么，好不好？今天给我放纵一天吧。好，今天哥看到什么就抓什么 DNA 就对了。不要在那边唧唧歪歪啰里八七，我啰里七八说，好不好？我们先存个档，看见那个没有？来，他在干嘛啦？跳舞哦，射晕他。我觉得应该先丢流星锤，这个最难抓了，这个、真的是最难的。丢得到吗？感觉是不太可能的事情。好，我想太多了。哎，可他都在这里不断的盘旋，丢中间，再上来一点好了。最后一个了，没有就没了。废物！我有200多支箭啦，没在怕的啦。
我放弃了。为什么当我放弃的时候你就跳下来了呢？你现在在唬我吗？很会，很会，超级专业的，专业糊弄人。你还是去死吧！在糊弄啊，拿你的心脏，我跟你讲，第二集抓不到的，我今天这一集就把你玩疯啊！搞什么东西？抱歉，我错了。抱歉，抱歉，我错了，抱歉，大哥，大哥，你怎么不是一级晕的？大哥，大哥，你好凶残啊！跑嘞，跑嘞！那你吃什么？完了，我居然不知道你吃什么东西、欸。我先拿一下白果好了，然后做一下这个。最主要还是先让他晕倒了，对不对？还是先最主要先让他肚子饿啊。好，果实丢给你吃吗？不吃。那你到底吃什么？我好像少带了什么材料之类的、啊。肉呢？哦，你吃肉太好了，把你带回家，我不管了，气死人了。为什么吃肉补这么少啊？也太少了吧，改大腿肉好不好？大腿肉才勉强加这样子、啊，没关系，抓。没有第二句怨言啊，我是没有什么材料可以的啦。之前那个黄金饲料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。我们也只能这样子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这附近应该是不会怎样，赶快起来，起来就对了。也、欸、不知道可不可以起啊？应该可以起吗？好，成功了，可以直接上去吗？看来是不行的，还要做很该死的鞍。会抓什么啊？我、哦、会自己攻击哎、欸，我、哦、自己采果实哎、欸，好丢啊、哦！好，你先回家哈，拜。啊，然后呢？我们看到前面那只有没有？来来来，这个距离应该有，有了有了吗？这么远，我就不相信没有中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大哥，行行好，大哥，会死啊，会死啊，大哥，我真的知错了，为什么动不了了？为什么动不了了？我流血了吧？动不了了吧？我真的差点往生欸，心脏快跳出来了，大哥，我可以动了。来呀、啊！对决啊！对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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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装备坏了！别跑啊！这个小孬种，你把我装备弄坏是想怎样？气死人了！然后我因为可能是因为这个怎么讲，被咬到流血的关系啊，所以说暂时性不能动，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了啦。干什么东西？你最好是给我过来哦，我现在非常不爽哦。晕了是吧，废物。来，拿走你的 DNA， 再见了，期待你再次的相会。哥要走了，我要赶快修一下我的极力装，爆掉爆掉了。哦，当然生死一瞬间哎，我当然以为我差点就真的要与人世间蒸发了，你知道吗？全坏了，没得修了，兽皮，兽皮，这还用说啊？我们阿根廷最好了，人最好了。立马修给你看，为什么不能修了？纤维不够，还有这种事？来，大量的纤维，先给我，快点！好了，这样绝对可以修了吧？哦，按一比较快，一、一、一，哦，这样就好了，太好了。全速修复完毕，来来来来来，哎、欸，他死了、欸、，DNA 拿走就会挂掉，是不是？还是他淹死啊？算了，不管了，反正我们的目的达成了，哥的目的达成了，啊，对哦，我们是不是要该先回去一下，做一个传送门到中央，对不对？
哦，可以做一个传送门到中央来着啦、啊。金属锭60，丢一半；水泥丢一半。好，这样子以后我们方便多了。哦，拿到了一个这个嘞，头骨哎 ，Go， come on baby。我们先传中间，再直接飞过去好了。中间很恐怖哦，很多飞龙哦，哎，我们要小心一点了，这真的要小心了。哦，看到前面那只金色的，晚一点再说。哦，我不知道莱斯模组的空岛里面到底是藏着什么鬼东西啊。总而言之呢，一探究竟吧，冒险冒险。阿根廷，哎、欸，不是，那是爪蝠。我印象爪蝠是把它杀死获取吧，是不是？对，是把它杀死获取 DNA。然后我就很瞎了，我眼瞎啦！哇，有飞龙啊！救命啊！好恐怖啊！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声音在后面？对我这种虎视眈眈的感觉。好，没事。哦，原来是下面那一只啊，大只佬，离开是非之地。奇美拉也在这里出现了。啊，世界要毁灭了。因为这奇美拉看起来蛮帅的，好，继续飞。这是什么？甲龙？啊，这是什么？啊，新的恐龙，忘记叫什么名字了，就是了。什么禽龙的？霸王龙？又是这个新恐龙？哇，一母蜘蛛跑！一母蜘蛛好像可以抓、欸，算了，不要冒这个险。好，我们就在这里建那个点好了，感觉就这里最安全了。这里可不可以盖啊？太好了，哈哈哈，偷渡成功，叫什么？空岛 ？Yes， 以后来这边也蛮方便的啊。啊，存个档 ，SAVEWORLD， 啊，记得适时的存档，才不会有悲剧发生。好吧，来来来，看有没有什么阿法让我们抓。哦，因为那只很鸟的，不要理他。玉母蜘蛛是刚刚那个地方吧？哦，看到一只金色的霸王龙了。哎，不是，又是伊特龙来着的。伊特龙是难搞哎，站在这里应该不会出事吧？我决定要站在这里。把那只引过来，玉母蜘蛛会不会死？会不会死呢？感觉好像会死，又好像不会死。它到底可不可以抓？没关系，既然有这个角度的问题啊，我们可以先把它晕倒，我们再看情况。等一下呢，我那个攻略哈，我们看一下攻略，看可不可以抓它好了。反正我们现在剑齿人100多只，可以的。到时候后面再慢慢收集。那好了是吧？想跑？跑嘞？谁准你跑的？我靠！应该是不会怎样吧？撑住哦 ！Hold down, hold down， 有了！太扯了，等一下，这两边实在太恐怖了，我不想的预感。我穿极力装应该是不会被发现吧？好。直接给这个哎、欸，传送门哎、欸，这到底是干嘛的、啊？然后你到底可不可以抓？哈嘟嘟霸王龙，哈嘟嘟霸王龙。啊，对啊，我说我要看攻略，我看一下、啊。不可驯服，通过进化。可是我现在晕眩它，然后拿到了一个传送门。这传送门到底是干嘛的 ？D O N I N
INUS。好，那既然不能驯服，我们赶快走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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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危险了这里。晕照哦。好，然后再就是那个异特龙了吧？好，我们应该咬不死啊，3000/3000的是要咬多久？啊，这边异特龙，哇塞，嘟嘟霸王龙，太凶狠了，这谁被咬死啊？螳螂被咬死，哎，金刚也在那里，哇哇哇哇哇，飞龙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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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哥饶命，看一下，嘟嘟飞龙，大哥饶命啊，大哥，小的什么都没有啦，有了就一条命而已啊，连我的命都要拿走，会不会太残忍了？您说是不是？哎，好多小狼狗，各种小狼狗。为什么都没看到霸王龙？霸王龙是不是绝种啦、啊？而且还有那羽暴龙啊，羽暴龙怎么也看到258版本的羽暴龙呢？可能是还没有被做出来吧。啊，霸王龙真的不见了、欸，没看到半个霸王龙哎、欸。我指的是阿法霸王龙哦，不是那个一般的霸王龙，倒是石头人倒是一堆。这个地方怎么那么多石头人？哇，奇美啦，下面一只南方巨兽龙啊，我死定了。我的天！好啦，算啦，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吧。反正呢，就是稍微逛逛一下空岛，到底都有什么什么新的恐怖的恐龙啊？反正也就是这样吧。哎，好像也没抓到什么鬼东西的样子哈。啊，反正总而言之，老头试一下呢，一定会获取更多的 DNA 啊，这样才有办法让这个游戏进行的更顺利啊。啊，那也希望我们有朝一日呢，咱们这个 DNA 的恐龙呢，可以快一点进化成尊贵的阿根廷巨鹰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么今天影片先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欢迎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